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是2020年4月14号星期二，农历是3月22。好，下面开始回答听众朋友问题。喂，你好。师傅你好。你好，请讲。我是81年属鸡的，我是那个1月16号做的那个直肠手术。我今年是369节，然后许愿了八个月念诵800张小房子，放生1万条鱼。师傅帮我看一下，我现在那个还需要多少小房子？几几年属什么的？81年属鸡的。哎呦，拿掉很大一段的，哎呦。对的。哎呦，现在已经化疗了两次了。哎，早干什么的？早点嘛，不吃素。我已经吃素两年了，师傅。不够啊，早一点呐！你其实认识师傅，你不止两年了。对，我是16年开始那个。看看呀、啊。一六年就吃嘛就好了，直肠癌都不会有了。对不起，师傅。16，你算账干嘛？16、17、18、19、20，你看5年，你吃了2年，你这个3年不就浪费了？是的，师傅，对不起。没出息，有什么好吃的啦？吃的来现在可怜不啦？对不起，师傅，我错了。真的，不要这样啊！每个人在作孽的时候都不知道的自己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，师傅。几几年属什么的？81年属鸡的。80年啊？81年属鸡。现在还好，还好，还有一点点不干净啊，大部分都很干净。我觉得你跟医生商量一下，差不多了，不要化疗了，不要化疗了，我现在已经化疗两次了。差不多了，医生肯定应该叫你化疗8次吧？对对，医生说化疗6到8次。看见了吗，师部长，准吧？对的，师傅。我就跟你讲了，你跟他讲了。你跟他商量商量，你说我体质不行，多念经嘛就好了，菩萨已经在保佑你了。因为你这个劫已经在过了嘛，已经在吃苦头了嘛，所以菩萨会帮助你大事化小。但是这个劫你是自己的业障自己背的，明白了吗？知道了，师傅。好了，感恩师傅。好的，弟子没有问题了。乖一点呐，好好的念呐。现在还要渡人，自己要有时候要现身说法。我已经许愿了，师傅。好吧，好的。乖一点了，我告诉你，让你活着，你就死不了。听得懂吗？很多人还来不及开刀就走掉了呢。还有很多人发现的时候刀都不能开了，听得懂了吗？听得懂，师傅。好了，那就这样。再见。再见。我自己让自己背，不让师傅背。感恩师傅。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师傅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傅。师傅，同修的孽障自己背啊，不让师傅背。想问，同修78年属马，跟一个74年属虎的，请问师傅，74年虎的几时才会主动联系78年属马的？师兄有一只在念姐姐咒，还有化解冤结的小房子和放生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父。还主动化解，人家不一定要他的。去念经念到后来整天去谈恋爱啊，这种事情嘛随缘的呀。知道师父。你学佛是为了谈恋爱啊，你跟他谈恋爱了，我告诉你就完蛋了你。你就是这样经常看到很开心就好了嘛。知道师傅。否则的话，否则的话更不行了。你想看马跟虎能在一起的，马跟虎在一起家庭那么一塌糊涂啊，叫马马虎虎啊。知道师傅，感谢他脾气倔得来不得了，你不知道的。知道不就好了，你能忍受几年啊？开玩笑，只是你现在跟他有点缘分而已啊，放下了，随缘放下了。
逐渐放下就好了。今天看到，今天看到就好了吗？看到大家还能一起共修啦，还能一起啊，能够在一起做做功德、弘弘法啦，就是最大的享受啦。那么这种是精神上的享受，那么就在天上一样了呀，明白了吗？嗯嗯，哎，明白了。所以他练完你开示过的给他的小房子，他练完就随缘了，就好了。当然随缘了，不要去搞的。我告诉你，世界上任何缘分，他都是有恶缘在里边的呀。没有恶缘，他也不会来呀，他来报的呀。嗯，感恩师父。你表面上看见他蛮好的，你到真的跟他生活，你试试看。嗯，哪一个家庭不就是这样，到后来不打得一塌糊涂啊？好了，嗯，师傅，我想问我自己，82年属狗，请问我家里的灵性超度走了吗？82年属狗的，对，上一次你叫我练49章，给他，我练超过49章，家里的，还有21章，还有21章还没有走啊？没有，嗯，哎呦。师傅，他是可以问一下，他是跟我有关系，还是我太太那边的？是亲戚，还是什么？上次说是什么灵性了？跟你讲，你是跟我讲是一个男的灵性，在家里，在储藏室的肖像里面，你讲是很大的灵性。对啊，我在看呢。你是你？哎呦，我打过3通，你第一次你叫我练27章。第二次你没走，你太太相信不相信啊？我太太她修另外一个法门。哎呦，怪不得啊！哎呦，对，她是弥勒佛那边的。哦，嗯嗯，所以是我的家里的气场不好，还是在主藏室里面呢、啊？哼哼，是你太太的引来的。哎呦，我太太引来了。嗯。所以是我太太那边的脾气、啊、你不知道啊？你太太整天不开心发脾气，不知道啊？好像有一点。什么好像有一点的、啊？他一直人不舒服，一直现在毕竟是感冒咳嗽。这还不知道啊？反正我好很多了，我没有。你好很多，那么我就跟你说，不管什么法门，人不能执着。嗯，对不对啊？你什么法门，只要适合自己嘛，就去做。你硬要执着啊！我就不修你们法门啊！你是新的啊，我们是旧的，就不可以，那对不对呀？明白，师父。哎，师父就是什么事情都要随缘的呀。你觉得最适合你的就是最好的法门呀，明白吗？嗯，明白，师父。师父，请问，因为你叫我放24小时的那个大悲咒，我每天都这样开着，都不会有什么影响，是吗？不会。你没这个开着，你更倒霉了。你赶快开着吧。嗯，知道师傅，所以我重新再许愿21张小房子给家里的药精者了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赶快了，好吗 ？OK 了。嗯，好，感恩师傅，感恩观世音菩萨。OK， 我师傅，我自己一张，这一杯，师傅保重。好，再见，拜拜，再见。喂，你好。等一下，稍等。喂，请讲。1958年属狗女，看她的身体。58年属狗，肠胃这里很不好，腰也不好，颈椎也酸痛，眼睛也不好。喂，听不见你声音了。喂，听不见声音了。还有啊，心脏也不是太好，没有办法，只能听录音了。喂，你好。师傅，哎，师傅，哎，我弟子跟你请安，我打通你电话了。谢谢，讲吧。我是90年的马。90年的马，嗯，想看什么讲吧？我想看我的事业。事业现在阻碍很大，哎呦。嗯，是的，我欠了很多钱，师傅。你这个现在不能再借了，你不能再借了。哎呀，你现在如果，哎呦，你现在当中有一段时间，你有点贪呐、啊，你听得懂吗？对，我就是想挣钱，想赚钱，然后贪了，然后就我告诉你，越贪越穷啊，不能贪的，自己能够赚一点点够了，
哎呀，嗯，你还，我错了，而且你别看，你别看呢，我刚刚看你图腾啊，你自己欠钱，嗯，而且你还借给别人很多钱，要不回来了，嗯，嗯，自己知道吗？嗯，要改了，你现在这样，你这样贪的话。贪的话很不好的，菩萨都帮不了你，明白了吗？嗯嗯，师傅，我现在就是我该怎么做？就是功课每天就是大悲咒心经是49遍，礼佛是3遍，还有准提神咒108遍，解结咒就是10000遍10000遍念，然后是3个月内完成。我师傅多念呐，现在多念呐，只能多念呐，你可能要念到有一位贵人提早出现，本来这个贵人没那么快的，你要把它念到提早，应该8月份有一个贵人会帮帮你忙。嗯，师傅，我想把我的那个店转让了，不知道有没有机会。我之前做梦梦见过，说就是梦见，说我就是说，可以就是退，就是早就应该转让了。你本来上次早一点转让，你早就让出去了，现在比较难的，听得懂吗？嗯，我是跟我朋友合伙的，然后他不同意转让，现在就我自己。很简单了，他不同意转让的话嘛，你就让他买下来呀，便宜点。他不想，嗯。你很简单了，他不想转让，你给他呀。嗯，他也不想掏钱，看样子，我感觉跟他有冤结。他不想掏钱，嗯，那怎么办？那你就没了，变成啊，所以这个。我现在想着把我自己的股份转让出去，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啊，师傅。哦，你这个跟你合作的那个是男人吗？嗯，不是，女的，他有个男人控制着他的，他不听你的，他听。对呀，啊，他亲个男的的，哎，他现在也在闹离婚，他。哦，你看，我说这个男的闹得很厉害的，我看控制他，嗯。哦，他现在心情也特别不好。你现在想办法转让吧。转我自己的是吧？嗯，转你自己的。嗯。要到8月份才会有一个贵人出现的。哦，那我就每天准提神咒108。对呀，你念到8月份的时候就有人来要了呀。好的好的，感恩师傅，我想看一下我到了时候一定要转让的。嗯，我图腾是什么颜色，师傅？几几年属什么的？90年属马的。偏棕色的。嗯。棕色。你的腰不好啊，腰啊。是是。啊。师傅，我还梦到我就是。我还经常梦到你还到梦里给我看图腾呢，师傅。知道就好了，凡是梦到师傅们，你肯定还能解脱呀，否则的话你解都解不脱了。嗯。嗯，我还梦到菩萨妈妈，还有那个梦到龙天护法，应该是。菩萨来救过你，你自己不贪的话，早就倒霉了，你本来早大霉了。嗯，帮我解决很多问题，师傅。你还要谈？我现在就是在做那个网上的那个生意，然后就是赚差价的。我听师傅说过不好，但是我现在我不知道我。没说过不好。你合理合法的有什么不好啦？你不要活的。嗯。网上赚差价，你又不是黑心就可以了吗？嗯。师傅，我看到就是我之前做了一个梦，说是做网上生意，然后就遇见这个，然后我就做了，然后开始做这个了。这是冤结呀，缘分呀。嗯。你开始不是蛮好的？你们两个开始的时候都赚点钱，蛮好的呀。到了后来嘛，就贪了呀。你不贪怎么会这样啊？早就跟你们说了呀，不要贪。知道错了，师傅。人们就是贪出来的，又赚点钱，我们可以做更多，可以赚更多，收了。什么事情要适可而止的，听不懂啊？嗯嗯，行，我师傅，我这个事业上有影响，是不是因为我住的这个房子它是后来才盖的这一层？是啊，楼上不是太好的，嗯，气场不是太好。嗯嗯嗯，行，
行。好了，自己多多保重吧。你就照现在这么念下去，看看八月份会有人给你来帮助的，好吧？你要做梦，那我要不要去店里？你呀、你觉得要去就去，你觉得危险就不要去，他也拿你没办法、对不对？你是有股份在里边的嘛？对，我去了，我就会可能又要赔钱，因为员工工资什么的，所以他不准，我就也没去。啊，嗯，有什么去的？有什么好弄的？现在很难赚钱的。嗯，行行，好吧。谢谢你师傅，感恩您，师傅您保重身体，多念、多靠菩萨，菩萨会意想不到的帮助你，只要你心诚，要改，不要贪，听得懂了吗？好了，感恩师傅，感恩菩萨妈妈，再见。谢谢您师傅，保重身体，再见。好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师傅好。哎，你好，请讲。请师傅，我们各自一张各自背，不让师傅背，请师傅看1958年属狗女，她的身体。刚刚好像看过了吧？有人打进电话。这才断了。哦，58年的女，看身体呀、啊。啊，对，看身，对的身体。刚刚好像有个人打进电话，也是58年看一个女的嘛，这女的。对，就是给她，然后刚才断了。啊，断了是吧？我刚刚讲过了，颈椎不好。对。啊，腰很不舒服，腰啊，对，腰胯都不好。啊，还有一个心脏，胸闷呐。是、啊，对。心慌气短嘛，就是心脏呀，这还不懂啊？对，懂。啊，他那个还有他的腿，他左腿也不好。是啊，哎呦，有很多虾呀。哦，他吃的海鲜。啊，过去叫他赶快念往生咒啊。哦，好的。左腿好几根筋啊，都不通啊。是，他现在整个肌肉萎缩的状态，走路都是特别困难。血根本到不了啊，所以就萎缩呀，明白吗？好的。那他的这个身上灵性除了虾有别的吗？还有一个老太太。老太太，您能说一下这老太太是个家人吗？还是写的要经者？还是属于他的家人？我不知道，反正这个老太太就是死的时候很痛苦。那个是这样的，师傅，她是在老人院工作的，可能跟这个有关系。哎呦，一个老太太可能是她照顾的吧，应该对她蛮好的。死的时候还拉着她手过，你去问她。哦，行，好的。好吧。他那个已经许了680张小房子，那给这个灵性够吗？或者说小房子够吗？够。哦，好的。那个他现在就他在老人院工作，这个地方是不是不合适啊？肯定的啦，老人院里边死多少人呢？对。其实老人院嘛，就是等于已经是最后一层了呀，所以人家老人为什么不肯到老人院了？家里孩子孝顺，谁到老人院的？家里人没人孝顺的呀，没办法了呀，对不对呀？对。然后，他莲花是27484，莲花在吗？在哪里？27484啊，在天上什么位置？你怎么知道在天上啊？啊，不在了。啊，掉到阿修罗还要下面呢。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呀？原因我看看。哎，好的，法师傅。怎么一块一块的？他吃什么了？他杀生了？杀生了。他有没有杀生啊？最近啊？他是在给别人工作，如果他在那个地方工作，可能要给别人做肉之类的，会有这种可能。哎呦，一块一块的，我刚刚前面讲话没听懂啊。哦。好了、就是、不要讲了，肯定的了呀，讲也不要讲了。哦，好的。那他修行上改什么毛病？他要注意什么？改什么毛病？毛病都没有，换个工作了，只能想办法。现在每天要回家要念很多往生咒啊。哦，好。否则的话，我告诉你还会倒霉呢。哦，行，好的。感恩师傅。请师傅看一个，就改个名字，1990年属马女，她选了
妻的名字，李怡宁、李玉如、李永成、李思成、李昭然、李昭然、李玉染、李慕云，一共七个名字。第六个是什么呢？李玉染。第五个呢？李昭然。第六个怎么写的？玉是上边一个点日，下边是站立的立，染是一个木字旁，一个右边是然后的然。叫什么李？李什么然？李昭然啊？李玉然，还有李昭然。李玉然吧，第六个是吧？嗯。啊，对，第六个对。李玉然吧。李玉然。嗯。啊，好，是染，是染，李玉然。好的，好的。但是不，那个思在名字中好不好啊？就是思考的思在名字中。不好呀。啊，就是谐音不好。嗯。哦，好的。感师傅，那个还是还麻烦你改另一个名字。1969年属鸡女，叫张又明、张丽珍、张乃畅、张艺新、张晋元，五个名字。第二个是什么？张丽珍。第一个呢？张又明。第一个吧。哦，张又明，好的，好，感谢师傅，师傅辛苦了，我们各自让各自背，不让师傅背。以后会越来越有名的。好的。嗯，好吧，力争的话，整天跟人家争吵啊。嗯。哦，对对对，好的，明白了。再见。好，感恩师傅，师傅保重法体。好，师傅再见。嗯。喂，你好。喂。你好。师傅你好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傅。师傅帮同修的外婆看一下，1946年属狗女的，她说她在关节前后送了500张小房子。然后呢，最近听到有声音说要有人要拉他走，然后同修也梦到他外婆要走，麻烦师傅看一下。几岁了啦？他几岁了啦？我不知道，1946年的。46年是吧？嗯。属什么？属狗，女的。46年。哦，你算嘛？你再往上加嘛？嗯、你比方说现在61岁，属狗的应该是61。然后61加12，嗯，73。好了。哦。啊。73，他说念了大概500张小房子了，关节前后。要走啊！真的把被他要有人把他拉走了。哟、哦，那是不是男的女的？女的。他怎么连打胎的孩子都没念掉啊？哦。好的，那师傅他还那要那个小孩子需要送多少小房子啊？小孩子倒无所谓、嗯嗯、他整个小房子要念86章。哦，好的。而且都现在要准备把他捆上来、嗯、我看。嗯。哟。他现在手要抽筋快了已经。哦。手脚经常冰凉。嗯。明白了吗？嗯。叫他赶快许大愿了、嗯、否则就带走了。哦、嗯。好的，好，师傅，我让他听录音。那师傅他需要那个放生放多少？反正先放250条吧。哦，好的，然后师傅除了86套小房子以外，他还需要加起来些什么吗？往生咒呀。嗯，往生咒，好的。自己嘛还有礼佛呀，他这个嘴巴曾经讲过对法门不好的话呀。哦，好的，好的，好。好吗？好的。好的，好，让他自己听录音。嗯，感恩师傅慈悲开示。师傅接下来帮忙看一个同修的小孩，1996年属老鼠男的。他一直有自闭症，小房子也烧了不少。然后他说清明前后吧，总会很严重。是啊，清明前后嘛，就是冤姐都来要债的呀。嗯，好。他几几年的啦？1996年属老鼠的。96年。男的，男孩子。啊，好很多了，嗯。嗯，对，好了很多，听同修讲、嗯。现在还有问题，嗯。嗯嗯，对。嗯。师傅，像他这样的小房子是多少一波烧下去比较好？21张呀。21张，就是21张一许，是不是吧？对呀。嗯，好。那个放生呢？男的是还女的？男孩子。放生随缘吧，2700条吧。嗯嗯，好的，好，好吧，嗯，
好的。这个男孩子犯邪淫啊，脑子里，我现在看到他脑子里都是肮脏的东西。哦，好。那他自己好像现在还不能念经，听同学讲。对呀、啊，你不会念经、看坏东西倒蛮会看的嘛。哦，让同学自己听一下录音，让他注意一下。好的。几几年的？1996年属老鼠男孩子。啊，你看。嗯。很多毛病了。嗯，好的好。行，感恩师傅开始。师傅最后看一个同修的奶奶张玉莲，弓长张，玉就是宝玉的玉，莲就是那个莲花的莲，2008年往生女。张玉莲呐、啊。嗯，对。哦，他是在天上。哦，对，因为有一次最近同学梦到他奶奶就是跟他外婆吵架，然后说想叫师傅看一下他现在在哪里。他外婆还在啊？啊，外婆在，是这奶奶过世了，就梦到这个亡人跟他。看看啊。吵什么架？通知他要走了。哦，通知他外婆。哦、要走了，哦，那他奶奶天上在哪一层，师傅？天上吗？他现在天上在阿修罗道呀。阿修罗啊，还需要念小房子吗？很难了吧？很难啊、哦。好的，行，感恩师傅开始，我让他自己听录音。师傅，那就问到这里，感恩您，您保重身体啊，师傅再见，师傅再见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因为时间关系呢，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，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